你不是撒谎偷钱闹事打架，要我怎么帮你？我今天会变成这副德行，全部都是你害的。那个慧琛是我们大家的噩梦啊！慧琛，他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他的行为是在报复。 该是我上来抓我！我觉得你已经尽了做父亲的责任。3月18号起，晚上9点，曙光。